您好，我是李诺亚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老中新闻》。美国名校入学受贿丑闻越滚越大，三十三名家长涉嫌行贿名校教练、入学人员、SAT、ACT 监考官，遭到起诉，其中有十三名湾区的家长名列被告。一名跑老头的医生以两万五千美元的代价让人伪造儿子的 s a t 成绩。 一名戏谷地产开发公司总裁行贿二十五万，为女儿买到南加大的入学许可。一名 Burlingame 酒类批发公司的执行长行贿五十万，让儿子进入南加大足球校队。一名 Marin County 的创业家行贿二十五万，让女儿进入南加大校队。 另一名 Marin County 的全球融资公司创办人行贿五万美元买通南加大体育主任，让儿子进了南加大。一名 Palo 的珠宝公司股东花了一万五千美元让儿子进入名校。另一名 Palo m e o p 的食品公司创办人也花了一万五千美元伪造女儿的 ACT 成绩。一名 p a l o 上市财务公司的创办人兼执行长。 为两个女儿买到乔治城大学的入学许可，一名帕拉托酒庄的老板拿钱篡改女儿的 SAT 成绩和履历表，贿赂教练，让女儿以水球运动员的身份进入南加大。这群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家长都住在湾区的高房价区，他们是大公司的创办人、执行长、医生、投资人，接受他们的委托。 打通八所大学关节，买通 SAT、ACT 监考官，找人代打考试，篡改学生履历表的关键人物，是非盈利组织 Key Worldwide Foundation 的负责人 Rick Singer。Singer 如何能一手遮天，勾结这么多有利人士，以近乎天衣无缝的手法，在美国大学的入学制度中找到漏洞，非法取得名校的入学资格？ 他的手法之一是向 SAT、ACT 的考试机构谎报学生是残障，让考生到已经被他买通的考场考试，考试时间可以延长为两天，中场还可以休息。收贿的测验中心还提供文书人员为考生填答案，趁机做手脚修改为正确答案。考生成绩实在太烂，他就直接派出枪手代考。每项测验的代价最低一万五千元，最高。 七万五千元。感谢收看，明天见。